果大家仲觉得非洲落后、原始，或者大家仲未真正认识到正系起飞紧嘅非洲，今集大路到肯尼亚，城市人同我哋一样 ，Uber 网购，仲有一样比香港更先进嘅。電子錢包在肯尼亞出街吃飯買嘢唔使帶現金，只係要部手機。肯尼亞人話電可以冇，不過唔可以冇部電話，因為電話就係銀包。攞住部 2G 嘅電話，攞錢、俾錢、借錢、還錢，想點就點。撳個短信同埋代碼編號，就可以將錢存俾收款人。收款人攞住短信去全國十幾萬間代理店，就可以兑換成現金或者直接消費。这个叫做 M-Pesa 的电子支付平台，10年前由当地一间电信公司推出，已经覆盖全国近75%的人口，本地生产总值之中的25%都是通过 M-Pesa 进行交易。Another big factor for success. 一个成功的主要原因是不需要用智能电话的，任何类型的电话都可以。肯尼亚街上面没有太多的提款机，反而这些绿色的小店总有一间在附近。是 M-Pesa 特許的存取點，功能和提款機差不多，在這裡做錢銀交易，也都解決了不少離鄉別井的打工仔寄錢回家的煩惱。People would put cash into envelopes。以前的人會將現金放在信封裡面，再找巴士司機，叫司機幫手送錢回家，不可以想像到帶來的時間和安全問題。電子錢包的普及令到部分收入低、沒有資格在銀行開戶口的人做到有戶口才可以做的交易，不論貧富、不分地域，作為電子支付最成熟的非洲國家，電子錢包就好像一條鎖匙，打開了肯尼亞新機會的大門。唔經唔覺幫卡成做咗7年嘅代言人啊！咁喺7年入邊，成日食佢嘅健康產品，食完之後咧 keep 住我健康，每一日咧都咁精神，咁有活力。卡士蘭入邊嘅乾美健呢個產品咧係王牌嘅產品，咁多人讚 quality 一定有翻咁上下啦。平時有食無定時啦，咁有時又出去食下飯啊，應酬下食嗰啲肥膩嘢咧，咁嗰個肝臟咧其實都幾受傷下嘅。咁好彩咧有乾美健幫我活到個肝啦 ，work hard 幾 hard。早三粒，晚三粒，健康美肌全面升級，卡士蘭。我哋个 B B 真系好得意啊！你睇条片够晒 sharp， 啲光位唔爆，暗位又有 detail。Xperia XZ Premium 世界首创 4K HDR 屏幕智能手机 ，is me is Xperia XZ Premium。风暴逼近，天文台会下午5:30或者之前发出8号信号。梁国雄去年在立法会抢走官员文件，被控藐视立法会，他否认控罪。菲律宾有民众示威，要求中国停止在南海岛礁建设。各位，我是赖君瑞。3号强风信号仍然生效，天文台会下午5:30或者之前改发8号信号。教育局宣布所有学校今日停课。热带风暴苗柏集结在香港东南偏南大约10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北移动，时速大约20公里，靠近广东沿岸。天文台話苗柏接近中心，最高持續風速係每小時85公里。過去幾個鐘繼續靠近珠江口一帶。按照現時嘅預測路徑，苗柏大約喺午夜時分喺香港50公里範圍內登陸。雖然同苗柏相關嘅烈風範圍較細，並且主要集中喺佢嘅中心東面同南面，但係苗柏嘅中心今晚相當接近香港，預料部分地區受烈風影響。教育局宣布所有學校今日停課，
學校應該實施應變措施，確保學生的安全，並且在安全情況下才可以安排學生回家。另外，多間貨櫃碼頭公司下午四點起停止重櫃交收。新渡輪宣布橫水道陸續暫停，其中梅窩至芝麻灣、長洲來往尖沙灣的尾班船在四點幾開出。芝麻灣往梅窩、梅窩來往坪洲尾班船是五點幾開出。梅窩至長洲尾班船是六點十五分開出。珠江客運的順德、番禺、南沙、蛇口、江門、珠海和中山等的航班三點幾起逐步取消。立法會議員梁國雄去年在立法會搶走官員文件，被控藐視立法會，他否認控罪，案件八月預審。梁國雄朝早去到東區裁判法院，但因為他要在十一點鐘去到區域法院就另一宗公職人員行為失當案審訊，梁國雄沒有入到去法庭，由代表大律師否認控罪。案情話，去年十一月中，立法會發展事務委員會會議討論橫洲發展，梁國雄搶了當時是發展局副局長馬兆祥台上的文件。馬兆祥之後報警，法庭向梁國雄發出傳票，說他的行為令到會議程序中斷或者相當可能中斷，違反立法會權力及特權條例中有關藐視立法會的條文，最高可以被判罰款10,000元和監禁12個月。無線電視記者陳良君報導。梁國雄又到區域法院就涉嫌收取捐款而沒有申報、公職人員行為失當的案件審訊。他說這宗案件將會在今個禮拜審訊完成，而藐視立法會的案件亦都未進行預審，相信重疊的情況不多。去年年初旺角暴亂，被控暴動罪的女被告李善儀棄保潛逃到台灣，現在下落不明。對於有報道說李善儀在台灣尋求庇護，台灣陸委會暫時未收到申請。那对于香港人士来到台湾，他申请来台湾，我们都有相关的机制啊。那如果我们有接获相关案子，我们会依法来做处理。不过目前我们还没有接受到相关的一个案件。菲律宾有民众示威，要求中国停止在南海岛礁的建设活动。示威者趁菲律賓獨立日去到馬卡蒂市的中國領事館外，手持橫額高叫口號，要求中國拆除在南海島礁上的建設。中非在南海主權上一直存在爭議，中國自從前年起在七個具爭議的島礁上填海造地並且興建設施，有美國智庫認為中方可能是準備部署戰機和導彈。中國東方航空一架客機在澳洲悉尼機場起飛無奈，因為引擎故障要緊急折返，事後發現其中一邊的引擎罩穿了洞。出事的 A330 東方航空客機折返悉尼機場之後，見到左邊引擎罩嚴重破損，穿了一個大洞，消防員也都到場戒備。客機當地禮拜日晚大約8:30在悉尼機場出發，原定去上海，但飛行大約一個鐘之後，機師通報引擎出現故障，要緊急折返。客機在空中盤旋一陣之後安全降落，機上所有人都沒有受傷。有乘客透露，客機一起飛，左邊引擎就開始持續傳出響聲，並聞到類似燒焦的氣味，不少乘客都好驚。I'm not sure what's the noise, but the cabin crew went out and they were very like, they told us to fasten our seatbelt and they tried to calm us down. Initially when they were giving instructions, I didn't know what was happening, so I was a bit concerned, but I'm glad we're safe. 事后乘客获安排入住酒店并转搭其他航班，航空公司和澳洲运输安全局正在调查事件。有航空專家形容情況非常罕見，說破損的引擎罩好像被撕開一樣，估計引擎罩可能在起飛之前已經有輕微損毀，導致在客機起飛爬升的時候受壓而穿洞。無線電視記者阮明珠報導。
英國首相文翠珊改組內閣，大部分內閣成員留任。曾經同佢競逐黨魁嘅前司法大臣高文浩重新入閣，出任環境事務大臣。有分析認為，文翠珊邀請高文浩入閣係避免有人發動逼供，動搖自己嘅地位。首相文翠珊的內閣成員當地星期日去到首相府聽取改組內閣的詳情，大多數閣員都留任原來職位，包括外相約翰遜、財相夏文達、內政大臣盧爾廷、國防大臣房英倫以及脫歐事務大臣戴德偉。今次改組內閣焦點落在文翠珊邀請上年競逐保守黨黨魁時的對手前司法大臣高文浩出任環境、食物及鄉郊事務大臣。I was quite surprised, I have to say. Of course, I knew that today was reshuffle day, but I genuinely didn't expect this role. Though I am delighted to be part of the government and delighted to be able to support Theresa, to ensure that we have a government capable of delivering on the people's wishes. 高文浩同文翠珊除咗喺黨魁選舉一度交手，2014年兩人喺反恐政策上亦出現嚴重分歧，自此關係惡劣。有分析認為，文翠珊邀請屬於脫歐派的高文浩入閣，是想向其他脫歐派黨員證明自己能夠接納黨內不同意見，圖不會放遠脫歐談判立場，避免有人發動逼供動搖他的地位。文翠珊強調會履行競選承諾，國會五年任期內不會提早離任首相，因為民眾希望英國面對脫歐嗰陣，政府能夠維持國家穩定。至於早前有報道話，多名閣員遊說約翰遜挑戰文翠珊的黨魁地位，約翰遜重申文翠珊領導下的保守黨目前仍然是下議院最大黨，由他繼續領導是絕對正確。約翰遜強調支持他繼續執政，亦呼籲所有人絕對支持他。不過工黨黨魁霍爾賓說，如果文翠珊沒辦法穩住局面，估計今年稍後或者明年初會再次舉行下議院大選。無線電視記者李卓軒報導。美國海外屬地波多黎各舉行公投，決定是否加入成為美國第51個州，超過90%人贊成，不過公投沒有約束力，是否容許波多黎各成為州份要由美國國會批准。分析認為波多黎各債台高築，美國不會容許它加入。波多黎各這個加勒比海島嶼未來是怎樣，民眾星期日再以選票表態。今次已經是波多黎各近50年來第5次同類公投，並沒有約束力。加入成為美國第51個州，維持現狀抑或獨立，結果90%多，大約500,000選民選擇成為美國的新州份。不過在反對黨建議杯葛之下，220,000合資格選民當中，只得20%多人投票，投票率是過往多次同類公投中最低。反對黨不承認結果。1898年成為美國海外屬地的波多黎各，當地人100年前獲美國賦予美國公民的身份。民眾不需要繳交聯邦所得税，但仍然要支付社會福利保障和醫療保險費用，而獲得的美國聯邦經費都比其他州份少。當地近10年經濟嚴重衰退，失業率高達12%，近500,000人就移居美國本土揾生計。當地政府更加負債累累，近期無力償還多達740億美元的債務和近500億美元公共開支。有支持成為美國州份的選民認為，爭取更多聯邦經費有利波多黎各擺脫財務問題，長遠改善經濟。Creo porque yo pienso más bien en un futuro aquí de Puerto Rico, también pienso en las familias, en los mismos estudiantes, después de que ellos se gradúan, muchos pues se van afuera porque no encuentran aquí oportunidades. 不過公投根本沒有約束力，是否容許波多黎各加入，亦都要由美國國會批准。分析就話，波多黎各債台高築，美國不會俾佢加入，國會可能好似以往一樣唔理會公投結果。無線電視記者陳敏婷報導。先休息一陣，轉頭翻嚟有其他消息。失戀個女人咧，啲情緒波動得好快噶。係你累到我咁樣，所以我要勾住你唔放，針對你，擺明就係公佈自首。而家失戀大曬，大斬燕窩特約《愛回家之開心速遞》，今晚8點，翡翠台。整蛋糕食材是最重要的。奶邊度嚟嘅？澳洲嚟嘅。咁啲朱古力咧？係比利時同法國嚟嘅。生果大部分係美國嚟嘅。好味啊！啲蛋糕係邊度嚟㗎？
美心嚟噶。分享美，分享美，美心西饼。Salon Depot 混合新染发，染发讲究浓度，浓度加强上色度，上色自然遮白发。从十里嘅东方发色，日系白发染羽翼。Only Salon Depot。有些楼案都是本色清还，开头色大本小，跟住本大色小，而正公式计划只需每月还息，减低现金支出。看清楚，找间守法正规的物业信贷公司 ETC。中局借钱梗要还，咪俾钱中介。Vico 100% 纯椰青水，原装鲜榨椰青水，无添加糖，无人造香料及色素。零脂肪，无胆固醇，无防腐剂，天然电解质 ，Miko 100% 纯椰青水。Miko， 无爆镜的革命终于开始。2017年，天堂正式降临无爆，战争即将展开。2017年6月正式上市。锦荣间不爹揸架露营车，真正四海为家，勇气可嘉。王子的移动城堡，星期二晚8:30 ，J Two。翻嚟新闻时间，睇下最新嘅财经消息。恒生指数报25,708点，跌322点，总成交超过876亿。最活躍港股收市價，騰訊控股跌6.8，長城汽車升1.94元，中國平安跌5.5元，盈富基金跌2.5元，建設銀行跌9仙，吉利汽車跌6.4元，港交所跌5.7元，中國恒大跌3.6元，匯豐控股跌1.5元，中國移動跌6元。滬港通額度使用方面，內地投資港股的港股通餘額是104億元人民幣。至於投資內地 A 股的匯股通額度餘額是140億元人民幣。至於深港通的額度使用方面，內地投資港股的港股通額度餘額是100億元人民幣，而投資內地 A 股的深股通每日額度餘額是129億元人民幣。歐洲股市方面，倫敦富時100指數跌23點，巴黎 CAC 指數跌26點，德國 DAX 指數跌57點。其他消息，有報道話行政會議聽日會討論強積金對沖安排，勞工及福利局局長蕭偉強重申會在本屆政府任期完結前交代。正如我們都講過，今屆政府都會在今屆政府任期之前都會交代，無論在那個強積金和這個遣散費和長期服務金對沖的安排的情況，以及呢個標準工時前面嘅工時政策點走，咁大家耐心等候啦。一個遼寧嚟香港嘅男人行劫銀行，喺區域法院被判監3年。案情話，49歲被告孫靜，舊年12月到尖沙咀富邦銀行出示紙條勒索200萬元，職員話佢知需要出示身份證，暗中通知主管報警，警方當場將佢拘捕。被告承認勒索以及在公眾地方管有攻擊性武器兩項罪名。法官判刑時說，被告準備繁體字的字條，證明是早有預謀，而且來香港第二日就即刻犯案，需要加刑，最終判囚3年。西班牙巴塞羅那有幾萬人示威，支持10月舉行公投，爭取加泰羅尼亞地區獨立。西甲球隊巴塞羅那前教練哥迪奧拿亦都有出席。幾萬個民眾星期日在巴塞羅那集會，支持加泰羅尼亞獨立。
參加者包括西甲球隊巴塞羅那的前教練，現時英超球隊曼城領隊哥迪奧拿。他呼籲加泰羅尼亞居民踴躍參加十月的獨立公投，又希望國際支持加泰羅尼亞民眾捍衛他們的權利。 On 1st October, we are going to vote in a referendum to decide our future. We will vote even though the Spanish state doesn't want us to. We have tried to reach an agreement 18 times, and the answer has always been no. We have no other solution. The only possible answer is to vote.加泰罗尼亚自治区主席普伊格德蒙特在上个礼拜五宣布10月1号举行公投，决定是不是脱离西班牙成为独立共和国。最新民调显示，大部分加泰罗尼亚居民赞成举行公投，但是支持和反对独立的人数相约，支持独立的大约有44%，反对的大约48%。马德里政府说相关公投违法，仍然会阻止加泰罗尼亚尝试独立进程。三年前，當地亦都曾經舉行不具約束力的獨立公投，大約有2300萬人投票，當中80%支持獨立。無線電視記者吳永如報導。科索沃大選結束，初步點票結果話，曾經領導獨立抗爭的前總理哈拉迪納伊有望再度執政。在首都普里什蒂納，哈拉迪納伊同支持者通宵慶祝。點算超過70%選票之後，他所屬的政黨聯盟得票35%，比總理穆斯塔法的政黨多大約10%。今次選出120個議席，48歲的哈拉迪納伊有望再做總理。他曾經承諾短期內遊說歐盟給予科索沃人民免簽證待遇。在上個世紀90年代末，他曾經領導阿爾巴尼亞裔的民眾爭取獨立。科索沃在2008年單方面宣布從塞爾維亞獨立，得到美國和大部分歐盟成員國承認，和塞爾維亞關係緊張。美國佛羅里達州一間快餐店的外面地陷出現在快餐店外的停車場，一架私家車車頭陷入深洞裡面，車尾懸掛在洞口的邊緣。報道說私家車司機自行爬出車外，事件中沒有人受傷。佛羅里達州環境保護部門說，當地因為地質結構問題不時發生地陷。格蘭披治電單車賽，意大利的迪維斯奧素勝出西班牙站。今站鬥25圈，4号车排第7位起步的迪维斯奥素，延续上个礼拜赢出意大利站的气势，在剩低18圈的时候，超越东道主车手马斯基，进占第2位。到了最后9圈，更加成功抢了帕杜沙的领先位置。最终，迪维斯奥素在无威胁下，以44分41秒518赢得今站冠军，在总成绩追到只落后榜首的韦纳拉斯7分。天气方面，3号强风信号现正生效，预测吹强风程度东北风，离岸间中吹烈风，今晚风势进一步增强，多云间中吹狂风，间中狂风骤雨，今晚雨势颇大，海面有大浪和涌浪，展望明日初时有狂风大骤雨，稍后雨势减弱，随后2-3日仍然有骤雨。现在的气温是27度，相对湿度84%，紫外线指数是3，强度属于中等。环保署公布的空气质素健康指数，一般和路边监测站都是低。休息一阵，转头翻嚟有另一次新闻。每100港元兑人民币最新汇价。以上资讯由中银人寿赞助播出。
夫妻关系不和，非一日之寒。找不到他了，打给他都不会听。第三者插足，有苦自己知。报纸拍到他和你前夫两个一起。我安抚不到我自己，安抚不到小朋友。当他们问你会不会跟爸爸一起，相信会有咯。关你家事，今晚10:30，比雪台。火警时，如果屋外好大烟，就留在屋里面。如果逃生，要带三宝：手机用嚟求救，毛巾用嚟掩住口鼻，减少刺激气道。门匙必要时可以翻入屋暂避。逃生时见到楼梯有浓烟，就要行另一条。如果所有楼梯都有烟，就要翻入屋。做好保护措施，等待救援。记住，火警逃生要带逃生三宝：手机、毛巾、门匙。Well, I respect the move, but the entire thing has been a witch hunt, and there is no collusion between certainly myself and my campaign, but I can always speak for myself and the Russians. 美国总统特朗普就再次回应他近日卷入的政治风波，他就强调自己是没有勾结俄罗斯的，又委任这个特别检察官去调查他和俄罗斯之间的关系是分化国家。是啊，所以现在就 FBI 前局长就叫做 Robert Mueller，他嗰日調查緊，究竟特朗普同俄羅斯有咩關係咧？咁無人知嘅調查緊啦。但係阿特朗普咧就好唔爽，佢話呢個係一個 witch hunt。乜嘢係 witch hunt 咧？嗱 ，witch 就係女巫啦嚇。咁 witch hunt 咧就係政治迫害。以前好多年前喺歐洲嗰陣時咧，好多女巫噶嘛，但係你唔知邊個係邊個唔係。咁冇證據咧，就拉咗啲人燒死佢。咁呢個咪一個 witch hunt 啦。咁而家呢個 witch hunt 意思就變咗咧，一個人同你個立場唔同，你想政治迫害佢，但係冇證據，立亂咁拉咗人，呢個就 witch hunt。特朗普就認為美國司法部對於他和俄羅斯之間的關係的調查是政治迫害，他就是 the victim of a witch hunt。你還留住個舊鎖匙扣啊？嗯，你還記得啊？原产地精心挑选，再经过香港严格品质管理，香港包装，信心保证，食得安心。金像米陪你成长，全港销量第一，米中极品。作为一个超级管家，我不明白为什么啲人咁浪费，睇怕要立即出动。咪住，不如翻屋企嚟个超级示范。一唔用嘅灯熄咗佢，二 keep 住冷气25度，三插完电掹埋插头，四一齐参加中电全城过电，悭电自己又可以悭钱，中电会将大家悭到嘅电捐俾有需要嘅人，悭电悭钱仲帮到人，快啲参加啦！牙银色提醒你，流牙血可能系牙周病嘅起点，唔理佢，问题会越嚟越严重。Stop！ 咪俾佢继续恶化，即刻转用牙银色牙银护理牙膏，佢四倍更有效，清除牙菌膜，抵抗牙肉出血根源，令牙肉更健康，牙齿更坚固，牙肉出血趁早解决。牙银色新装上市。Chase the dream, flying high among the stars, catching up with the tide. Seize your chance, whoa, going to the top of the world. Chase your dream, whoa. 留岸创造机会，环球信贷。中局借钱梗要还，咪俾钱中介。饮杯，未成年，咪变酒精，试下饮啦。香发育，你咪贪高兴，为未成年，咪变酒精，睇路又着杯啦。
引起情绪问题，信心变亮星。Do not drink， 未成年咪变酒精。做长辈咧，选择要更加醒。酒精伤害要认清，未成年咪变酒精。風暴逼近，天文台會在下午五點半或者之前發出八號信號。梁國雄去年在立法會搶走官員文件，被控藐視立法會，他否認控罪。東航一班由悉尼飛上海的客機，引擎罩穿著個大窿，要緊急折返。大家好，我是何俊賢。三號強風信號仍然生效，天文台會在下午五點半或者之前改發八號信號，所有學校今日停課。熱帶風暴苗柏